元1550年，莽瑞体国王统治第20年，我成为了一个无君之国的宰相。那个从葡萄牙过来的人已经让莽瑞体国王彻底堕落了。我的国王终日沉迷美酒，把婆罗门鬼灵的启示和佛教的教诲都抛之脑后。他这数周还长时间跟那葡萄牙人多次去带满美酒的狩猎之旅，即使他人在宫廷，他都是在烂醉如泥的状态下下达处决命令的。群臣纷纷请愿，希望能罢免国王，由我代理朝政。然而臣愿殉国，不愿叛帝，我再爱这个国家都不会背叛我的皇帝。我担心已久的兵变终于发生了。一位名叫斯弥陶的僧侣是前白骨国王的兄弟，他在南方煽动了一场起义。然而此时国王正在享受他的狩猎之旅，他命令我带领军队去镇压这场起义。虽然我领命出征，但我仍心存疑虑。此时有一位名叫修都的孟族大臣迫切地希望我离开王宫，这让我很担心他图谋不轨。有吧，有人谋杀了国王，我们要告诉马应龙他皇帝的死讯，只有他能公正地统治缅甸。 OK OK Yoba OK Amido Daima Chechen OK Low Line Low Line OK Okay.Okay.
要是不尽快阻止这场兵变的话，国家就会陷入动乱了。我必须忍住悲伤，率军平乱。 三路爷的吗？ 有吧，OK，OK，酷，六来没，七千八百，哎呀，七千八百。 你也是遵从佛门八正道的人，我不想与你。你还是加入我军，成为我帐下的大宰相吧。我这一生有40年是在为东域国鞠躬尽瘁，我比你更有资格做这个王位。王应龙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还是归顺于我吧，我会让你成为我的继承人。 三楼一个吗？没别的。嘿，OK，给我搂来。看吧，给我搂来。三楼一个抓你吧。对呗，三楼一个吗？对呗。OK，给我搂来吧。三楼一个吗？没搞到抓那一个。OK，再见。
虽然给我喘息的机会，但也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。Hey.
桑鲁伊的吗？桑鲁伊的吗？对呗。跟到多里吧，上路一的吗？嘿，谁跟的吗？上路一的吗 ？OK， 是马龙，上路一的吗 ？OK， 上路一的吗？上路一的吗？嘿，这边可以追吧。Okay.慢吧，上路一的吗？慢吧。上路一的吗？嘿。OK， 这么短的，三楼一的吗？三楼一的吗？没背吧？没背。Okay.
好给，三楼一的吗？没多少，三楼一的吗？三楼一的吗？三楼一的吗？ 三楼一的吗？OK。三楼一的吗？OK。三楼一的吗？三楼一的吗？OK。三楼一的吗？ 三楼一的吗？三楼一的吗？慢吧。嘿，慢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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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，漏了，没地方。在那端里吧。OK，在那端里吧。OK，在那漏了，上路没地方。慢慢漏了，OK。OK，什么端里？漏了一个吗？ 好给吧，好给。嘿，等等，慢吧。三楼一的吗？
老爷的吗？骚老爷的吗？骚扰爷的吗？骚扰爷的吗 ？OK， 慢吧，慢吧 ，OK， 慢吧，什么关了你？骚扰爷的吗？没对吧？不对不对 ，OK， 什么关了你？骚扰爷的吗？被扣的吗？什么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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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为国王必须露其锋芒，否则一国之君不做帝王之事，老百姓会怎么看待他呢？百鸟朝凤，必须像凤凰一样对敌人毫不留情。你的行为威胁着我的威严，我要在你危害我的统治之前除掉你。
Maru time. Mei no dai, mei di là le va. Ciao. 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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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
大统领受伤了，他急需太医疗伤，我们快点退兵，择日再战。秀都重金收买了两位大内侍卫，让他们趁我皇帝睡觉的时候杀死他，
这两个叛徒就这样带着肮脏的金子用剑砍下了我皇帝的头颅，他的遗体在几天后被一个僧侣发现并悄悄地火化了。如果早知道这王位会给我皇帝带来这番灾难的话，我宁可不让他登基称帝。但现在我们天人两隔，他也成了婆罗门鬼灵了。我母亲曾告诉我，婆罗门鬼灵很狡猾，他们把我的皇帝带走，我不应该称王，传说中的圣君转轮王不应该是我，但是婆罗门鬼灵安排的这一切都在让我走上王位，我并不想这样。